早上大概1点多马匹。 相较过去的6年，临时场地来说是一个全面的升级，也是全新升级了一些现场的设备，声光电让到场的观众能够体验一个不一样的比赛。其实对欧洲马来说，夜场比赛是比较常见的，我们现场的灯光也是能做到尽量减少他们的影子，照明度也让他们非常舒适。